大家好，欢迎收看《消费者行为》第十四讲。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创新扩散跟参考群体。那在这个单元之下，我们有四个目标。那么第一个就是向各位说明啊，那么创新扩散是什么意思？那第二个就是了解了参考群体啊，它对创新扩散的影响，还有它的类型。那第三个就是说明影响个人消费行为的群体的，也就是参考群体的类型有哪些。那最后呢，就是要探讨、啊。 那么参考群体，它在行销上有什么策略意涵？那首先我们来介绍啊，那么什么叫创新的扩散？那这个必须分两个名词来说明。那第一个就是创新，创新它指的就是被消费群体啊，那么视为是一个新的事物的一个构想、方法或者是产品。所以呢，这包括可能是一个新的观念，也可能是一个新的服务，也就是方法。那也包括了当然产品。 但是各位要知道，这个创新与否啊，是取决于市场对这个产品的知觉。所以某个产品是否属于创新呢、啊？那么是取决于市场上对这个产品的一个知觉，那也就是主观的知觉，那不是基于一种客观的一种技术评价。那么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扩散。那所谓的扩散呢、啊，它指的就是这个创新产品呢、啊，那么在市场上逐渐普及的一个情况。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产品的购买行为啊，那么已经出现某一种稳定的一种规律性。那至于这个规律性的范围大小啊，呃，可大可小，那么要看你的这个目标市场是什么。所以它的普及程度呢，呃，可以从到整涵盖整个社会，比如说一个新的果汁汽水，那么也可能是只局限于那么某一个社区，比如说社区内的这个早餐店呢、啊，它不是是不是？ 啊，普遍受到这个社区人的这个喜爱，然后加钱去购买。那所以以上呢是所谓的创新扩散的这个定义。那接下来我们来探讨，那到底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到创新扩散的个这个速度？那第一个因素呢，我们说它是啊消费者群体的类型。那一般来讲呢啊年轻富裕。 那么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这个群体啊，那么比较能够能够接受改变，那么这是因为这一群人呢、啊，他们承担风险的能力比较高，所以呢，他们比较愿意去接受新的观念、方法跟产品。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参与决策的人数。那当然，购买决策所牵涉的人数越少啊，那么创新呢就越容易扩散。那么举例来讲啊，通常买一个房子啊。 那么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寻找，那么这是因为呢，呃，我们买买了房子呢，呃，可能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也可能满足呢你的另外一半配偶的需要。那如果你还有岳父岳母，那如果你还有这个呃这个呃公公婆婆，那如果你还有孩子，你还有孙子，哇，那那个买起来可能就很花时间了。那第三个影响因素就是企业的形象努力。那当然，企业。 广告打的越大，折扣越多，那么这个通路越多，啊，呃，产品做得越好，那当然消费者呢，这个呃，采用这个新产品的这个可能性呢就会越高。那第四个呢，就是满足的这个需要的类型。那我们说呢，如果这个产品满足的需要啊，它是越迫切，或者这个需要啊是越明显，那这个产品呢、啊，它扩散的速度呢就会越快。 那比如说，呃，可以治疗秃头症状的这个生发水啊，那通常很快就会被自认为头发稀少或者是对秃头感到不舒服的人所采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没有头发的话，除非你戴着帽子，那么天天呢、啊，人家都会看到你的头发呢越来越少，那当然可能是越来越不舒服。那第五个因素啊，叫做相容性。那相容性是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就是符合我们个人或群体的一个价值观或信念。那么，当然越符合，这扩散的速度越快。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产品跟你的价值观跟信念不符的话，那么你基本上就会产生一种矛盾或者是不舒服的一个感觉。那当然，你对这个产品就会产生一种负面的态度。那当然，你就不愿意去采用它了。那第六个因素啊，我们称之为就是相对的优势。 那么所有的相对的优势就是说，啊，如果消费者啊，那么越是认为这一项创新呢、啊，比他现在所用的这个方法、观念或者是产品、啊、那么更能够解决问题啊，那么当然这个它采用的这个速度啊就越快。所以呢，因为更能够解决问题呢，代表就是说它能够以更少的成本，那么解决更啊、呃、原先的问题，那当然它能够获得一些利益，所以它会采用。 那第七个因素就是，这个新产品呢、啊，那么是否呢很容易使用？呃，越是难了解或者是使用呢，那当然这个扩散的这个速度啊，这个越慢。呃，但是各位要知道啊，产品的复杂度呢，跟所谓的容易了解度呢，有时候是无关的。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呃这个智慧手机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产品。 那么，尤其一个最大改变就是，啊、呃，智慧手机呢是用触控荧幕，那么啊、呃，就是舍弃掉了过去的这个啊、呃，这个啊键盘，啊、呃，它技术是非常高的，但是呢，使用起来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呢，它能够快速为啊、呃、大家所接受。那第八个因素呢，就是所谓的可观察性。那所谓可观察性，指的就是说啊。 啊，消费者越容易观察到采用这项创新所带来的好处的时候呢，那当然这个扩散速度啊就会越来越快。那么我们再以呢这个行动电话作为例子啊，那我想，呃，现代的人呢、啊，那么很难不想要说有一台智慧手机，呃，这是因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啊、很多人呢，呃，用智慧手机啊，啊，在随时随地的休闲，那么随时随地的呃寻找资讯，那么甚至呢。 是随时随地的，呃，可以这个呃办理公务，呃，所以像智慧手机的这样一个呃显而易见的这个呃好处啊，呃是带动啊智慧手机呢普及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是一个新的止痛药推出来以后啊，要让人家接受呢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很难去亲身去察觉到，那么一个止痛药它的效果呢到底是显著还是不显著。 那第九个影响扩散的因素啊，我们称之为就是可适用性。那么所谓可适用性，就是说，啊，越能够以低成本、低风险的方法来适用这项创新的话呢，那么它的扩散速度啊，当然也就会越快。那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像这个啊、呃、美容手术，那么通常是没有适用的。那像这样子的话呢，啊呃,呃，当然就会限制了它的这个扩散的速度。 但是，像很多的这个可以呃租借或者是试听的这个呃，比如说 CD 啊或 DVD 啊，那么它通常呢啊比较呃呃容易呢让消费者所接受。那么也像这个百货公司里面的这个美食街啊，常常会有试吃，啊，那这也是一种呃呃可适用程度的一个一个原则的应用。那第十个啊，会影响到创新创新呃创新扩散。 那么我们称之为就是知觉风险。那知觉风险呢、啊，就是包括呢啊这个财务，那么身体，还有社交的风险。那么所谓社交风险，指的就是说啊你会不会呢跟别人产生这个呃这个沟通的障碍等等。那当然呢这个风险越高啊，那呃消费者呢当然对这个产品越排斥，那么当然就可能呢啊不愿意去采用。 那比如说像啊，我们现在虽然有能源危机啊，那么呃很多呃公司啊，汽车公司也推出，比如说这个油电混合车，那么也有就是纯电动车。那可是呢，它的普及率还不高。那当然呢，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可能技术不成熟，或者是它的这个价格啊啊实在是很高。那么所以呢，会产生这种啊扩散速度相当缓慢的一个现象。好的，我们在这里呢稍微做一个休息。 那以上啊，我们已经介绍完呢、呃，啊呃，十个呢这个影响创新扩散的一个因素。那再来呢，我们要稍微探讨一下，那这个创新扩散跟行销策略，那么有什么关系吗？那基本上来讲啊，我们必须要有个认识。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创新的早期的这个购买者，他通常是有别于这个晚期的购买者。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啊、呃、目标市场呢。 啊，会动态的成长跟移转，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将在下一讲、啊、跟各位呢做详细的说明。那所以说，啊，也就是换言之啊，呃，厂商选定了一个目标市场之后啊，那么接下来呢，应该要先瞄准啊那些可能是创新者或者是早期采纳者的成员，那而不是将呢目标市场的这个全体成员呢、啊、视为啊、呃、一样的。 那么这里所谓的这个啊、呃，这个创新者或者是早期采纳者啊，指的就是比如说啊、呃，他的风险意识是比较低的，那么呃，他承担风险能力比较高，啊，跟他的这个所谓的价值观信念是一致的，所以呢，他愿意在新产品出来的时候呢，那么就加以采用。那各位要知道啊，如果啊、呃、新产品一出来呢、呃，啊比如说新出来一个月之后啊，那么市面市面上那么。 啊，并不普及的话呢，那通常代表这个新产品呢、啊，可能注定就要失败的。那么由这个观念呢、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引用到下面的一个我们要介绍的一个内容，叫做参考群体。那么很多新产品的扩散呢、啊，就是要必须借助于参考群体的这这个啊影响力。那首先呢、啊，我们来定义什么叫参考群体。那么所谓的参考群体啊，就是任何会影响。 啊，其他人的价值观、态度、行为与规范的个人或者是群体呢？那么我们通常叫参考群体，也就是他的价值观、态度跟行为呢是可以被别人所参考的。那参考群的类型有哪些呢？那大概有以下两个。第一个就是有形的，也就是名人，比如说包括歌星啊，啊或者是这个呃影视歌星，还有就是运动员、政治领袖。 啊，或者是团体，比如说像这个呃慈善团体等等，那另外呢，也有就是所谓的无形的或者是象征性的，那比如说是成功的企业主管，那么甚至呢是比如说啊成功的这个征服啊世界第一高峰的某位攀岩的专家等等，因为它代表可能就是呃坚韧不拔的精神，那么这一些啊都是我们参考群体的来源。那这些参考群体他们会有什么影响吗？ 那么我们说，大概呢，他们影响的类型啊，有以下的三类。那为什么他们会影响呢？这就是人们呢，啊、哦，嗯、呃，因为他们想要获得呢有用的知识，或者呢，他们是想要呢这个趋赏罚避，也就是想要获得一定的奖赏，那么避免一定的赏罚。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们希望呢。 能够取得啊，建构、修改或维护自我观念的一些意义，也就是强化自己呢对自己的信念。那由这一些呃的呃影响的不同啊，那我们就可以整理出来呢。那么参考群体啊，它的影响基本上就显现在以下三类，也就是资讯型的、功利型的跟价值观型的这个影响。那么首先呢、啊。 我们来介绍啊，呃，影响类型的第一种，那么叫做资讯型的影响力。那么什么叫资讯型影响力呢？那么它最主要就是在传递啊，有关他们自己或者其他人，他们与实质的环境相关的产品、服务跟商店等有用的资讯呢，给其他的消费者。那么这些资讯呢、啊，可以直接由文字的语言，比如说经过，比如说。 呃，Facebook 的这个粉丝啊，专、呃、业或者是实际的展示，来表达呢，他们对这些产品的意见。那么，举个来讲啊，啊、呃，很多要考虑买汽车或者电脑的消费者、啊，因为他们怕呢，这个买到不好的产品了、啊，那么可能就会找熟悉这两种产品的朋友来作为咨询的协助。那这样的一种一种资讯型的这种影响力啊，什么时候会发挥作用呢？ 那么我们说，当消费者、啊、那么察觉到这些资讯能够解决急迫的问题，而且这些来源的可信度高的时候啊，那么消费者呢就比较会受到这种资讯型的群体的影响。那么因为有这样一个现象啊，所以我们说很多的行销人员呢、啊，那么常常就会聘请被大众认可的一些专家、啊，那么作为产品的代言人，那么告诉消费者呢啊这个产品的。 好处在哪里？那譬如说，各位常常可能看到，就是说，啊、呃，电视上呢会出现某一个知名的化工博士呢，那么他在说明啊某个品牌洗衣精的好处，或者是由这个呃这个呃这个呃医药专家来介绍新的药，啊、呃，像这样子，就是呃用这种资讯型的影响力啊来呃让消费者对这个产品产生一定正面的一个信念跟态度。 那么以上是资讯型影响力的说明，那我们继续介绍第二种啊，这个参考群体影响力，也就是功利型的影响力。那功利型的影响力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那么最主要就是发生在啊，参考群体他握有重要的这个奖惩权利的时候。那这个奖惩权利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第一个就是消费者相信呢，这个参考群体。 啊，的确是能够控制奖惩。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参考群体啊，他能够看得到或者知道消费者的行为。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消费者啊，他真的很想要趋赏罚弊，呃，必罚。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啊，譬如说，呃，有的公司呢，啊、呃，他要求啊，上班的时候要穿正式的服装，但是有的公司啊，呃、啊，却鼓励啊，啊，穿简便的衣服。 比如说某些高科技公司，它鼓励呢穿着牛仔裤跟 T 恤，比如说像 Google，或者是我们足科的一些呃呃公司。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啊你不这么穿的话呢，啊比如说啊公司规定你要穿休闲的休闲的衣服，那么如果不这样穿的话呢，啊不一定公司会处罚你，但是呢你的周遭的同事啊会觉得说你不够专业，啊反而你会觉得不够专业。那这种。 奖惩的呃形式会展现在什么上面呢？那大概有两种。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实质的，比如说加薪啊、红利啊，或者是解雇啊。那第二个就是心理的，或者是社会的结果，比如说令人羡慕的外表，或者是背后的一种恶意的批评等等。那这些都是一些奖奖惩的形式。那这对我们行销来讲有什么意义吗？那我们发觉啊，这个行销人员通常就是一种以。 抵制为诉求的这种广告手法，把它运用在电视广告上面。那么，我举个例来讲啊，那么台湾有一个这个洗发精广告啊，它强调呢，如果你在肩膀上有头皮屑，那么就会被其他人呢认为你在工作上呢不具有专业的能力。那么换句来讲啊，它是把个人的卫生呢转换成呢在你成就上的一个障碍。那么这就是一种。 啊，所谓功利型影响力的一个应用。那么第三种影响的类型啊，我们称之为价值观凸显型的影响力。那么这种影响，它影响的是人们的自我观念。那为什么我们的自我观念会受影响呢？那么这是因为人类啊，会不断的来寻求心中所向往的一个文化意义，那用这个文化意义啊来建构、强化。 或者是维护自我的观念，也就是肯定自我。那么，借由对某些特定的参考群体的认同跟归属啊，来表达心中向往的意义。那么，消费者呢就可以萃取、啊、其中的某些意义，那么将它应用在自我的建构上面。那么，我举个例来讲，比如说我们这个机车界的这个龙头老大叫做哈雷机车啊，啊、呃，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 哈雷机车，它的组成分子呢，通常是由中上阶级的这个专业人士所组成的。那我想，这跟一般人的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那这些专业人士包括医师、牙师、律师跟教授。那么各位可以想象啊，这些人啊，工作非常忙，那当然收入非常高。那他们这些人对其他人有什么意义吗？那我们他们发觉呢，哈雷的忠贞骑士啊，会带给其他族群很多的意义跟价值。 啊、哦，当然呢，对非机车族可能是负面的意义，因为很多人会认为骑哈雷机车的人呢都是嬉皮。那这些正面的意义是哪些呢？那根据研究啊，他们发觉呢，骑哈雷机车啊，让他们可以获得一种自由的感觉，也就是说，从工作跟家庭中解放，那么也有一种精神的解放，或者是完全的独立。那么它不像开车一样呢，你好像还在的其他人。 那更更有甚者呢？他们可能是一种爱国，也就是因为哈雷机车是个美美制的产品，还有就是归属于某一独特群体一种归属感。那因为有这么复杂而且呃深远的这个意义啊，所以这些参考群体的意义呢，会影响其他机车骑士的情感、认知跟行为。那这些影响甚至包括了对于啊、呃、骑哈雷机车所应该穿的服饰，还有。 啊、呃，这个机车的配件的购买等等，那么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啊，这个哈雷的制造商也体会到很多的商机啊。那么这些商机就包括，比如说啊、呃，他们推出比如说黑色的皮夹克啊，绣、呃、有背呃绣有背章与骑士图案的这个衣服。那么甚至呢，他们也推出所谓的哈雷牌的啤酒，那么来满足呢这一群人的需要。好的，我们在这里呢稍微做一下休息。 好，那么以下我们继续来介绍啊。那么参考群体啊，对于产品跟品牌会有什么影响？那我们说参考群体呢，影响其他人购买产品或品牌的程度啊，啊不太一样。那么根据研究显示啊，这又决定于呢啊以下两个因素。那么第一个因素就是这个产品跟品牌啊，必须是必需品啊，比如说高电视机或者是奢侈品，比如说是高尔夫球具。 那我想大家对呃必需品跟奢侈品呢非常熟悉，那我就不再解释了。那第二个影响因素呢，就是这个物品呢、啊、是引人注意啊，或者是广为呢人知的程度。那譬如说是分离式的冷气或电视机。那通常来讲，分离式冷气因为主机装在外面，所以呢基本上呢啊，人家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什么品牌。那电视机呢是放在家里面，所以呢啊、呃。 啊，别人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牌，所以它不是公开品。那借由这两个變啊变数啊，那么我想呢，我可以用以下的图表、啊、来向各位说明啊，这个参考群体啊，呃它的影响。那在这个图表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边呢是属于公开物品跟私人物品，那么在这边是必需品跟奢侈品，所以一交叉以后呢，我们可以得到四个象限。 那么在这个是这个象限呢，是所谓的公开必需品。那这个时候呢，参考群体它的影响呢，对产品来讲，那么影响力是很弱的；对品牌来讲，影响力是非常强的。那比如说像是手表啊、汽车啊、服饰啊，好，所以我们可以发觉，比如说汽车来讲呢，啊、呃，非常重视品牌的这个呃这个管理。那另外呢，如果是公开物品呢，它又是奢侈品的时候。 那这时候参考群体的影响呢，对于产品跟品牌来讲，影响都非常大的。那举个例子讲，比如说高尔夫球具、俱乐部或者是帆船等等，啊，那这个时候你用什么样的高尔夫球器具，以及你用什么品牌的高尔夫球器具，那这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需要有很强的参考群体。那另外呢，如果是私人物品的必需品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对产品来讲， 啊，呃、影响力是很小的。那参考群体对品牌的影响也是很弱的。那比如说像是床垫呐，或者是冰箱啊，啊，那么这一些呢，参考群体呢，大概是发挥不了什么影响力的。那最后一种呢，我们称之为私人奢侈品。那针对这一这一类的产品呢、啊，那么参考群体啊，对产品的影响是很强的。那对于品牌的影响来讲呢，就比较弱的。 比如说，你应该买什么电视？比如说，是电浆电视，还是说是这个呃薄片型电视啊？还是大尺寸的，还是小尺寸的？哦，又比如说像是电脑的游乐器具等等啊。所以从这个图表我们可以发觉啊，这个参考群体的影响会随着它是呃必需品还是奢侈品，是公开物品还是私人物品，那么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使用参考群体的时候呢， 啊，必须加以区别。那么适用的情境，好，那以下我们继续介绍呢。那么参考群体跟我们行销策略有什么关系吗？那基本上来讲啊，啊，我们行销人员呢，通常可以运用三种方式，也就是三个类型的这个呃参考群体啊，来来影响消费者。那第一个最常用的，我们称之为是名人。那么所谓的名人呢、啊，尤其是像是电影。 电视与运动明星等啊，他们都是非常有利的一个行销跟广告的资产，啊、呃，因为他们通常能够有效的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啊、呃，创造知名度，呃，有效的跟崇拜者呢做沟通。那么消费者呢，经常呢在广告中呢，啊、呃，会跟名人的共享问题，或者是希望呢能够模仿他们所使用的他们或者推荐的产品，所以啊。 这个行销人员呢，啊，希望啊消费者能够将产品跟名人呢能够做一个联想，比如说就像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个啊、呃、这个所谓的这个呃连接的这个这个概念，或者是古典制约的这个作用。那如果这样来讲，那名人有什么作用吗？啊，基本上第一个名人它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就是做见证，也就是根据他们的使用经验呢，那么说出产品的利益。那第二个呢就是背书。 也就是将名字跟肖像权呢、啊、借给该产品来使用，那再来呢，就是作为广告影片中的主角，啊，最后呢，可能就是公司的代言人，也就是在某段期间内呢，他代表这个品牌或这个公司，啊，比如说像是美国 NBA 的这个名人 Michael Jordan 呢，他就曾经呢啊、呃、将他的名字给 Nike，然后呃，他也曾经推出比如说 Jordan 的古龙水。 那么，像台湾很多艺人呢，也会做代言，那我想这是各位所熟悉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任何广告成功的关键呢，在于被诉人的可信度。那么，当然可信度越高啊，那么名人代言的效果呢就会越高。啊、呃，但是呢，如果名人代言太多的话呢，往往呢消，消费者呃，观看者会认为说他是为了金钱而代言，所以呢，他的可信度呢也会降低。那如果名人的私生活的丑闻啊， 那当然也会影响到这个名人代言的可信度。那第二种呢，就是专家。那所谓专家，就是拥有独特资讯或技术，那么可以协助消费者做更加决策的人。比如說像是啊买止痛药的医生，推荐小家电的维修专家，或者是推荐特定登山服饰品牌的专业的商业的导游，那么都是专家诉求的实力。那么第三种呢，我们称之为一般大众。那么他强调就是。 啊、呃，从与大部分人有关的一般市井小民身上呢，可以得到见证。那么我们常常会发现呢，啊、呃，生活片段的广告啊，显示出的消费者如何用广告中的产品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那么使观看的人呢，很容易就想象出呢，特定的购买或者是使用的情境。那譬如说很多的家用品啊，比如说清洁剂，啊啊，洗发精或者是成样的广告呢，通常都是使用这种所谓一般人呢。 作为他的这个啊参考群体。好的，那么以上呢是我们这讲的内容。那我想我们有以下的结论啊。第一点就是绝大部分的人呢都会受到参考群体的影响，而改变呢他的价值观、态度、期望跟行为。所以啊，行销人员如果明了各类这个参考群体的影响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还有它影响的程度啊，那么将有助于加速产品被目标市场接受的速度。 那么，以创造呢啊、呃、公司的竞争优势。那我们下一讲呢是要跟各位来介绍产品的策略，也就是呢开始进入行销策略的说明。那么在下一讲，我们向各位说明呢这个产品策略的目标，还有产品生命周期、消费者的分类，那么进而呢探讨、啊、那么有效加速消费者呢啊采、呃、用呢产品速度的这个产品的策略。 啊，所以我们未来几讲呢，都将实际的应用这个过去所探讨过的消费者的理论呢，来进行这个行销策略的探讨。那么，以上呢是我们这一讲内容。我们非常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